谢各位贵宾的与会，我们今晚的精英音乐会就要开始了，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成龙交响乐团的演奏家入场。成龙交响乐团从2002年创团至今已经有16年了，演出的场次已超过400多场。从2004年开始受邀至海外演出，演出的地点从新加坡、日本东京、中国各地、欧洲挪威、英国、美国各地受邀参演。同时，成龙交响乐团全方位培养我们台湾的音乐人才，期待透过向下扎根的方式耕耘出具有台湾特色的音乐园地。我们很感谢我们成龙交响乐团第三度来到我们基隆市的演出，相信今天晚上他会给我们许多精彩的表演。接下来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指挥庄文珍老师出场。庄文珍老师1997年获得中澳学术交流奖学金赴维也纳音乐暨表演艺术大学专员乐团指挥，曾多次指挥维也纳及罗马尼亚交响乐团，指挥风格自然感人，深受听众喜爱。今天我们成龙交响乐团非常用心地为我们准备一连串动人的乐曲。第一首，我们将以电影《星际大战》的配乐《帝国进行曲》，以震撼的曲风揭开今日音乐会的序幕。我们掌声欢迎。